那个手机支架呢？黑的那个。又在上课。你帮我播呗。那就播这节课吧。嗯。没啥拿。趴下去，注意盘。第一腿往后放，屁股放平了吗？屁股撅在上面。把手机架在这儿，那就不用请了。好的。来。往后走，对。对，这样好一点。一分钟啊，自己那个爬根赶紧去往地板上去找，自己颤，动起来。对，好的，哥哥，动起来，往上去找。一，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孩子，这些都是小艺考的孩子，他们大概是有的没上附中，有的附中一年级、二年级都有。有的看书，一会儿听他们叫。闭嘴。哎，对对，录那闭嘴这样的经典场面。对对对。好嘞，把摄像机怼在脸上。太残忍！你放松。
开，胸口下去。开学生五年级零基础小艺考，来得及，来得及，小好样。人家
手拿出来，不然我不会让你起来的。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三二三三三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五四三二一。生小时候都是要这样压，都是比较科学的方式。别咬。直，两个肩膀放平，后背腰顶起来，直立后身再立。
我要求的是正啊，别掀着屁股给我踢，明白吗？副座啊，把脚勾起来啊，踢到这儿就可以啊。放这儿，再收，再收，还没收回去。准备，五，你们四排一次啊，五，六，七，走。37项文旅产业园。校的孩子，所以他们软开度是需要解，是必须要解决的。我们主要压的不是骨头，我们主要压的是筋，筋是可以撑开的，所以骨头是做不到给他纠正的。不开的孩子一般都是筋不太开，所以我们让他把筋自己往下弹，争取弹到地啊。下一个。
欧阳，欧阳。37巷文旅科技馆。对，朵朵。应该好一点吧，没有那么卡了。我下一个你啊，一会儿给他送礼啊。你看那个小孩，再拆一拆，让他洗。老师严吗？老师酌情看学生们听话程度吧。老师一般都挺有耐心的，对，但是该严厉还是要严厉。一般不会打，我们只压或者耗。是小艺考的学生，来，都是要走附中，躺着，屁股躺这儿。来了来了，看给老师领，一身汗。对，放下去。你看他们小，不好压。对对对对，咋了？好了，躺下去，慢慢躺，躺下去就行，躺。再给你一块砖，来，这样就是了。好了吗？啊？去外边待着，喘会气去。悠悠过来，给他拉着他。灯关哪儿？对，拉住。把嘴打开，放松，吐气。Go！ 他老跑，把蹬他的肩膀。对，来来来，快！木头把脚打开，快点，听话。听话，试完就三十秒，就三十秒，快，我给你减十秒钟，快点，听话，把脚打开。大家都在等着你，把脚打开，三十秒钟完事儿，好吗？我给你轻一点，我给你轻一点，打开脚，快点，听话，手过来，拿走，来来，不敢垫砖，不敢垫砖，不垫砖，不垫砖，来，拿走，打开，快点，木朵，听话，快点，我已经把砖给你拿掉了，把砖给你拿掉了，对不对？三十秒钟完事儿啊，快打开，听话。对，小孩也分天生软的，天生硬一点的。我想想你就是。
舞蹈就比较残忍。20秒再坚持10秒钟，你坚持20秒钟就完事儿就起来，不然你今天这关过不去。我看也是，换个边。膝盖滑，他一蹬我就跑了。这是要走专业的孩子，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你软度是第一个要解决的事情，他们小时候不解决，长大以后就更难去压开。放松。妈妈在看你，朵朵木朵。妈妈看着你。20秒钟，快点，好不好？你自己打开，你自己打开，你自己放松，打开，快点，快点，木朵，打开。快快快，你好，木朵，快。自己打开，对，就20，行了，我再给你减10秒钟，快点，加油加油，快快，你活动肩，活动肩，活动肩膀，快，听话，好了好了好了，木朵，快点，20秒钟，快点。我们学校在大连市，然后西岗区37巷文旅科技馆。17，你放松，木朵。16，踩跨垫几块砖。垫几块砖是13。白色衣服的这些是小老师，是助教，是今年本科已经考上大学的学生。这个两个，一个中戏，一个是浙音。7岁可以的，我是3岁半开始学的舞蹈。踩跨垫几块砖，这个是要看孩子的软度，有的孩子他可以垫3-4块，有的孩子就是1块，这不垫。我们是今年，这是小艺考的今年的集训班，我们还有一个24届艺考，就是今年艺考的班级，然后还有一个25届、25、26届艺考的班，一共分3个班。小小宝宝，放下去，放下去，放平，蹬，往后坐一点，往后坐，往下坐，对，好，腿蹬，脚蹬到老师的膝盖，放松，吐气。算压到了吗？嗯，行。伸直，绷脚，把背伸直，膝盖。我没怎么看懂，算压到了吗？肯定要看学生自己的条件。还有谁？快点，快点，快跑起来！一般老师压都是按照自己学生能力来压的，对，所以都是数的老师，所以算压到了。还有吗？没有人了吧？我们活动肩膀，一会儿给你时间，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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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屁股再往下，怎么说？再往下，好，好，好。我的天哪！来，怎么说？你说要给我来一句话了，是吧？里面有喷子，有吗？有，有你就解答呀。我给拉黑了，我解答了。对呀、啊，这个技术性的事，我的天哪，我记住一下。你看，3、4，有一个这个。可能是同行吧，嗯，有可能。有些老师累的衣服都湿透了，老师都是很有数的，就不会给把他们压坏的。在西岗区，西岗区那个37巷产业园，水仙小学这个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建筑，37巷产业园，我们在这个3楼。怎么说我惨得很吗？说你有点残忍，说你能把孩子练出来。其实
有多大？我们小荷花有上有艺考，从三岁开始，艺考的一直到高考的考研的学生。来，再见。妈，141人了。嗯。现在来亚间啦，几点下课？哎，你说你们当哎这节课几点下课？做的话，这节课是4:30。这节课4:30下课。你们当面做的话，你们就是从咱们上来的。这个不疼，大家低头，低头，再放松。一二三，低头。这前面也放几个小凳子。那你们演完了以后就坐地下呀，还是怎么弄？还是有没有位置？甘井区这边有没有这样的机构？甘井子没有，我们是两个校区，有一个校区在沙口区，沙口区的星海融汇那儿是我们总校，然后这个校区就在西岗区的五级外校。就是你们是坐地下就行了？是，应该是坐地下。实习要考完了，想找个地方去继续练，来呀。来。想走专业吗？是想走那个专业的艺考吗？想找个地方继续练。实习要考完了是这样，我们是有基本功加强班，那个班里面基本都是实习考完的孩子，想要继续好好练。怎么有的穿大袜，有的没穿？对。这孩子习惯问题吧，先软肚课，其实穿大袜也行，穿短裤也行。这个不是很重要。我咋给你压，大哥？啊，咋给你压？能搞定吗？刚才说是咋了？刚才。好，来说说，站好，准备，五，六，站好自己地方啊。五，六，七，走。我们这节课是4:30下课。我们一节课是1.5小时，3点钟开始上的课。这些是要走附中主专业的孩子，他们是要练舞蹈，现在是基本功的训练，其实小艺考就是基本功的训练。这节是软度课，因为软度其实是舞蹈最基本的东西，你需要有基本功的支撑才能让你去跳舞。对，我们这是暑期集训，这是小艺考班，一共分3个班。这练完干什么？解答了吗？回答了，我回答了。你们7岁学了1年芭蕾，可以去这种班吗？当然可以啊。我们也有芭蕾课，芭蕾集训、软度课。这个班的孩子呀，他们从早晨9点就来了。上午2节课，一节现代舞课，一节芭蕾集训，从9点上到12点，然后中午休息一下，吃个饭，然后下午1:30开始上，1:30上是一节素质课，就是练体能，这是第二节，下午的第二节软度课，一会儿他们还有一节剧目课，他们是集训，全天都在这里。有想学舞蹈就是专业的学习训练的，可以关注我们啊。
这谁呀？小姚真软。依依吗？依依最近进步好大呀。展示过了，大家都看到了。木德，你就做到一个点放松。我现在只要求你放松。妈妈听到你这表扬了。手扳手，扳手，扳手，动脑袋后边去。对，放松，放松。你放松，你放松，你看，放松，手抓住，对，放松。对，别使反劲儿。你要是放松了，你就战胜自己了。你的软度一点问题都没有。坐这儿了，好吧？一。松，吐气。好，完事儿了。好，你把头往前抬，把头往前抬，手弯，往前，木朵，低头，低头。对了，手弯，弯曲，对，抱住，你放松，对，还是刚才一样，你放松，你看，一、二、三，吐气，吐气。好 ，OK。太紧张，往后，抓我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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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给你个抱头的机会，来掐我来。抓，抓住，抓住，抓住。呼吸，你看你的肩膀，别拧。放松，我现在放松啥？多多，你放松就行了，交给老师。老师那手头可有数了，你是有没有弹性，能到哪，老师知道的。一，十秒钟，二，三。我们在西岗区37巷产业园，三楼。是啊。最后一次了啊，最后一次了，好吗？你别给我使劲，行不行？你顺着我疼一点，就坚持一下，5秒钟啊！你这样，你说到哪，你说停，老师就停。对，你抓到哪？你说到哪，你就放松。你说到哪，就到哪。放松，放松，放松，要放松。对。你说停的时候，老师，你说停，老师马上就停。走，看我吐气。对，你就放松。你看你胳膊。这些都是打算走专业附中的孩子。二、三、四、五、六。这个地方是哪里？这是一个产业园，在那个水仙小学上面。上面太紧张了。他们几年级的都有，有附中一年级、二年级的，还有还附中一年级、二年级啊？没有吗？这都是吗？十一二岁的，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不是附中，附中不应该是二年级。他们问题是，现在这里面只有刚考上附中的，开学才一年级。哦，嗯。他们现在多数都是四年级、小学，没有这个班没有初中的。我们初中在初中班，我们有初中班、高中班，还有应届的大艺考班。现在这个班是小艺考班，所以他们有四年级、有五年级，还有六年级的孩子。这里面呢也有已经考出去的孩子，就是小艺考已经考出去的。对他们那个9月份开学就要去到自己的专业学校去了。这小儿老好，嗯，木朵，你看，你看，这配合就好，别使反劲，你看，我就要这个效果。老师手头很有数，他不会一直往下压你的。好，抬头看我，一、三、四，能抓住啊，五，江苏，抓住鸡腿。江苏，我们这是辽宁。抓住他。我们这是辽宁。大连，这个直播看量上来了，是的。大家还是懂专业的。但是我们这些小艺考的孩子有考到江苏去的，大艺考的孩子也有考到江苏。放松，放松。哎哎，依依，你要不哭，你就胜利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他老说他锁骨。也没压你锁骨啊。扯得疼，就是这块扯得疼。手给我，要不要赌一下？我对面拉一只手。往远送，往远送，抓我脚。吐气。这样不疼吗？帮他摆正。啊。帮他给那个身体摆正。三、四、五、六。对。行，往远送，往远送，八。他们的身高比例条件，因为都有在减肥啦。因为要走专业艺考，对，是要走艺考专业的。好嘞，谢谢谢谢。他们上了附中就是六年，附中就是六年学习，然后呢就准备大艺考，考大学。
小依依可棒了，那会不会老师每一天都表扬这个小哥哥？真能吃苦，不吭不吭不响的，就是个练。腿长比例这么大定型了吗？没有定型吧，这么大没定型，通过训练它会不断的长。对，它其实不是说压，把它拉长了。从正面看，从正面看一下，就格格他下腰的时候，之前没养成一个好习惯，他的腰是有一点点歪的。对对，尽量把他手往那伸直，往远，两个肩膀一样宽，左抬头，往远拉，对，往远送，往远送。好的，格格，看能看到一个高一低啊，这边的时候再下去啊，这个肩膀好，腰胸腰。这个孩子是特别软的一个孩子，就是天生软。都不用垫腿，都可以直接往下。老师非常专业，非常专业。介绍一下老师吧，玫瑰。龙龙老师，我们芭蕾王子。哪个学校的？来，老师是上戏附中，然后呢，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上戏附中，是很帅。可以，我定好。上戏附中考入北舞的，超优秀。九大五六，伸直。叫叫老师。八走一。今天老师累吗？二，控制住腰，挑着腰下，控制住下，谁砸下去了？四，下去下去着地。下控制住，控制住，挑腰下。好的，来住，手撑直，两个脚不要往外撇，半脚尖踩住，不许起半脚尖。手指尖慢慢往里走，慢慢往里走。是呀。伸直膝盖，谁？你在这转拳下腰。手撑开。上戏附中就是特别好，其实芭蕾的话，我上戏真的。是的。是好。撑住。北舞的古典舞是很厉害。好，手指尖往脚上走。芭蕾的话，上戏的范儿特别正。走，贴住，不要转脚啊，走。身子抬开了，我抬脚，往里走，往里走。对，推手起，大一。留住，留住，留住，保持住，保持住。小班舞蹈老师，上戏附中，考入北舞，北京舞蹈学院。这俩都是一类学校。你们小班的舞蹈老师是哪里毕业的呀？小班的舞蹈老师啊，少儿部，少儿部的老师，剪音的、辽师的，啊，也有北京舞蹈学院的。但是我们是统一的教材，我们家是自己的教材，我们的教材都是我们校长自己创编的，所以就是老师每周统一的，他们教研两次，上课内容是一样的。一甩，甩一甩，自己的手筋骨能甩一甩。长，准备，五，六，手，五，六，走，七，五，八，能控腰的控住啊，控不了腰的还是下低啊，走，一，二，三，四，好的，慢点动作，别拉，控制住，好。倒地的不用动，倒地的去找脚后跟啊，就是先找脚后跟，控制腰的准备甩，六七走，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抓脚，五六七八。一般几点直播？我们还直播，每天都会播，但是现在就是没办法固定，老师们都挺忙的，但是每天肯定会播一节课，抽出时间播一节课。那每节课内容也不一定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播大艺考课，有时候高中的课都不一定，有的时候播剧目，有的时候播芭蕾。可以关注我们，可以有直播的提醒。但是一播这个小艺考的课吧，可能是这个软度课练的有点狠。所以大家就是有的时候看得挺震撼。我们周五啊，周五有一场活动，就在我们的天台有一场那个民间舞的活动，会一直直播，那个会很精彩，大家关注我们，到时候来观看一场民间舞的舞蹈艺术展。对，就在西岗区37巷文旅产业园的天台。右腿在前，
也会有我们这次集训的孩子的演出，然后包括大艺考的学生，包括考上的，然后呢还会请到一些民院的老师学生来陪我们一起演出。这次隔日老师，嗯，那个桃李杯的评委老师，对，桃李杯评委老师，民院的老师也会来到这里。集训多久？我们集训其实是四周，这周是最后一周了。红酒，哎，住！咱们上这么一遍，竖着带住，上身立起来，小背包。次数集训多久？我们这个暑期集训是一个月，四周的课，整整四周的课。次数多少钱？一次集训多少？这个的问题直播间里不能说，你私信我吧。而且我们这个暑期的这现在已经是第四周，马上结束了。我们平日的话，这些小艺考班的孩子有这个班课啊，周三、周六、周日的下午都有班课。我们是每周大概上12个小时课。看见吗？大柱。那小孩真好。二。嗯。三。四。好，起。一，往上住。心理障碍克服了，嗯，以后你就顺着他，你让他自己使劲使到哪，你不用给劲儿，先把他这个心理障碍克服一下。他其实软度不成问题，他天生不硬的。这什么情况？腿腰，好一些。搞这个清晰度，这也能换吗？好，下，准备。调整，画成一条直线，在镜子里，你们能看到镜子，在镜子里，这个是要走专业的。直线吗？一，你后腿跟你的前腿是一条直线吗？准备，一，又开始做。
可能是手机不太行，明天换个手机，明天拿我手机播。是这样，我知道你们有个人腰很伤，严的多，但腰有伤，我们慢慢去讲，但是不可不必。那是得有多严。这个是啊，有人说他还有比这个更严厉的。说明我还不够严厉，听到了吗？我没有接受这个广大网友提出的要求，我再严厉一点啊！来，起！再次快快快快，我抢话筒，五、六、手、七。其实我们的老师啊，对孩子真的特别好，啊、老师六、好七、走，打、但是在练的时候确实得练，这个这种竞技力的东西。你练功确实是很苦的，嗯，你要走这个专业，对，需要经过这个，不经过这些，他也练不出来。对。下去、啊。我已经给你撕过肩，受伤了，不要让我再撕肩受伤。立起来，立起来。不可以下去。大家讲解压小胯啊，压小胯就一个要求，压到底。上一节课基本上都是一个学生压腿，然后一个老师压腿，好像得亏我们学，确实学舞蹈比较苦比较累，但是把这些基本功解决了以后，就是这是最基本的，必须要解决软度啊能力啊。好，那到点了啊，哎呀，这逗逼，大姚不叫大姚叫大逗逼。好，来下一个。好棒。厉害，竟然还能笑！来放长，王宇。故意的。别动，别拿掉，手拿掉，手拿。我说你稍微再小一点。抬屁股呀！别动，来，快点下去，快点儿！把双手扶板杆
下一位。膝盖怎么去打开？啊。孙手。面对镜头，他们都不好意思哭。瑞一，哎呀，不能哭。你翻白眼儿就流不出来了，相信我，我一直练。去，翻白眼儿，眼泪就不会流出来。数完第二，五、四、三、二、一，好，好，收住，憋住，别揍我，哇，屁股快，好厉害，快快快。我就给你在平地上拍一次，你看，压完了之后在平地上是不是就不疼了？是不是不疼了？是不是不疼了？勾脚可以吗？勾脚，其实这个压勾脚没有。来，下一个。翻白眼，眼泪就不流。你先一块儿转。他们都已经有这个。你放松，就一块儿转。有经验了。放松。又来了。就一块儿转，不妥。他们都两块儿转，到时候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这是真演员，啊、这是真演员。周西的，周西，是不是北电的？靠北电，快！真演员，把脚打开，快点，快，听话。痛苦面具出现，一百多人看着你呢。是的。快点，十秒，给你减十秒钟，好不好？打开，立马上放，真往上放，放到你，你放到你我再压，快！大家等着你下课了，木朵，你再耽误大家时间，大家下不了课了。木朵妈妈也在看你哦。哦，放松，加油！二、三、四。五、七、八、二，我还没时间呢。一、二、三、四，放松，吐气。二、三、四，还是妈妈说好使啊。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别动，不得，别过来，你不能晃，不得，容易晃着胯，知道吗？我把砖给拿掉，最后十秒钟砖拿掉，来，腿放长，快。打开，木朵，打开，我都把砖给你拿了，快点，打开，吐气，别许了，哦，别扭，把山根放下去，快点，对，他现在他这样压胯已经没有效果，他胯翘起来了，对，就不能使反劲儿，确实这样最疼，放松，其实。往上放，他这个就天属于天生小大才。天生小大就比较开，你要正常他要站一位，痛苦面积就是开。好了，来，带得快，放得也快。哎，好的，先放松，吐气。对，其实放松就会好很多。一二十，数。垫子撕烂了，看这小宝宝多棒！对他们有人穿的是大袜，看这垫子就是，是努力过的痕迹吧？我觉得，挺美好的。放一下，最后十秒钟，十、九、八，这是多大的？六，这小朋友最小，这是这个班里最小的小朋友。三，这个班是小艺考班，他们是准备要走附中的孩子，有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也有考上附中的。躺还歪着躺，为啥穿连裤袜？这其实是叫八袜，芭蕾的那个八袜，就是习惯问题吧。有的孩子喜欢。我怎么说一下，我这是辫子啊。说。我多人腿又插下去。别行，妈切掉我！3、2、1啊！好，张大六，张六。对于硬的孩子来说就会比较疼比较痛苦，但有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疼，其实也有一些心理作用。对，这孩子刚练没多久，对，小胯很疼。一闭嘴。
是吧？看着就疼。拿掉，手拿掉，手拿掉，18、19、20。哎，小朋友们都很坚强。要小胯，看一下。再打开。我可以痛，看见腿筋了。比那个直角的青蛙趴疼多了，对，那个这俩不是一样，那个直角的青蛙趴他练的是大胯，然后这个压的就是小胯，大胯它是一条大筋，所以就会好一点。2、1，正常的舞蹈课就是这样的。来，给个特写。我们平时芭蕾双手扶把做一个plié的时候，其实需要的就是这个开度，两边打平。小胯就是说这个，把它胯根这两块打开。这就是一个，这就是比较开的一个。好，起来吧。好，所有人站起来。好吧。太惨了吧。想到能跳舞，其实这些孩子都是喜欢跳舞才会来干这个事情，所以其实过程是痛苦的。对吧？趴下去，准备，5、6、7，起，木左一会儿下来给我再给他压一压。这是这节课是软度课，然后呢，这些其实都是所谓软度啊，包括现在在做平板支撑，都是基本功的训练。你不管练什么舞，它都是需要基本功在。阮开老师是哪毕业的？我们龙龙老师是北京舞蹈学院本科毕业，上戏附中，然后呢考入舞蹈学院。快照一下。台，谢谢。练习中国舞也当然要这样，中国舞啊，好帅。老师。可以吗？但是弯腿过，夸老师好帅。对呀、啊，老师全身都湿透了。嗯、他们孩子很累。练习中国舞要这样，这都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不管是芭蕾啊、中国古典舞啊、民间舞啊。附中是什么专业？看什么？很多附中有不同的专业吧，有中国舞专业，有民间舞专业，芭蕾舞专业。平板支撑之后，我们其实快要下课了。这一节课是软度训练，然后呢，临下课前会做一组平板支撑，是能力的训练。练中段的能力，你看很小，他们都很厉害。这是学的什么？芭蕾舞专业吗？这是基本功的训练。这里的孩子，他们其实比较还小，就是4年级、5年级那样，有的还没有上附中。舍不得女儿这样练习了，确实比较惨烈。但是这是舞蹈，你要搞舞蹈的话，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好，坐人起。来，在地上准备。我是问这个阮开老师附中是什么？快点下课了。坐好。老师，我们老师附中是芭蕾专业的，上戏芭蕾，上戏芭蕾舞，超帅是吧？五。明天有阮度课直播吗？每天都有。准备好，待好，待住，待住。阮度课直播呀，尽量播吧，尽量播。越心疼孩子们。1、2、3。孩子们都是很喜欢舞蹈的孩子。7、8、2、1。他们也是，我觉得痛并快乐着吧。好。3、2、3，背手。5、6、7、8、4、2、1。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下。对，老师大学是舞蹈学院的芭蕾专业。11岁可以小一考吗？可以可以，不超过12。